大家好，我们是火箭少女一零一。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一零一的小七赖美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一零一的孟美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一零一的大娟杜傲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一零一的张子宁。每天打开 O World 和欧妹一起支持我们的作品，关注我们的活动吧。风吹过干枯沙漠，幸福过潮湿。给大家的一份答卷，对，因为我们在一年前成团的时候，我们是逆风翻盘荡然而生，所以一年之后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的是迎风而立的火箭少女，大势回归的火箭少女。我的单曲非常适合在吃早餐的时候，在咖啡厅的时候听。哗啦啦啦啦啦，抬头看云。我的这个歌名叫做《只有你知道》，我是跟戴老师一起去做的，这个词是为了感谢这一年以来支持我的人和爱我的人。希望你们可以戴上耳机去听，里面有很多设计的一些小的细节在里边。因为我的副歌很简单，就一句只要你知道。我这一次的单曲呢叫《是吧十八》，在十八岁这个年纪，我们需要做出一些抉择，对于梦想敢冲但却又害怕的这样的一个心境。是吧，是他所执着追寻的自由。我想让他表达出来是一种很无畏无惧，然后面对所有困难都可以迎风而解决的那种很倔强的一种状态吧。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从里面收获一些能量。勇敢成为自己是最勇敢的事情。撞就好像是我们横冲直撞，然后去一往无前，对，一往无前那种感觉。然后逆风这张专辑是大势回归嘛，我们在跌跌撞撞中爬过来，然后也能够更笃定的去站在任何一种风中。所以我想说，就是撞有一种面对未来又一种未知的，但是我们也勇敢去冲出去，想看一下未来会发生什么。在经过了风之后，我们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这个专辑非常的值，因为里面除了有两首团专之外，还有11首每个人的单曲，都有不同的风格，就变化很多。总有一款是你爱的，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你想要听的时段，任何一个想要听的风格，你想听你就能够听得到。对，任何心情，你现在刚刚起床，你可以放放下雨啦，哗啦啦啦啦啦，下雨了吗？然后你困惑的时候，你可以听听，是吧？是吧，听别人说悄悄话的时候，可以听听美琪的只有你知道。然后就是不敢挑战自己，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，需要一些需要力量的时候，对，能量的时候，就可以听自己。对，唱一句勇敢的做一次疯狂的决定。对，如果你想有一个机会了解到我们十一个人每个人的特色和特点的话，这张专辑你值得拥有。就是很和谐，像一个大家庭，一个班级的不同科目的老师。对，其他的前辈们再去教选手们他们自己的经验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在旁边偷偷的去学一些。有自信，首先肯定会遇到迷茫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规划，明确的目标。在我周围吃东西的姐妹们，跟另外十个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都会让我就是记得很清楚，好好正视自己的年纪，不能够像什么17、18岁、18、19岁这样子不养生。我21岁这一年能够养成早睡早起，吃的东西健康，然后不要熬夜，要开始注意保养皮肤。反正现在已经出了2门成绩了，有一门是85.5，然后有一门是优。接下来就想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里面。非常的棒，特别好。会抽5个字吗？火箭吗？可以自己吗？美琪不行，美琪连投篮都不会。小七可以，投篮率蛮准的。其实我刚刚想说我去当守门员。然后想一下，守框员。对，就是篮球。彩虹一个吧，然后傲娟、子婷。对，看过我打球吗？我刚说你了吗？啊，有伤膝盖。哦，不是你，傅菁，对，因为我们上次去 NBA 的时候，
NBA 的 NBA 去 NBA 的时候我们有一起打过球，但是我会选许梦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许梦洁她的肌耐力比较强，所以她就是那种去撞别人的那种角色，就各种撞的那种。我跟傅菁就是防守，然后小七就是跑来跑去小机灵的那种。胆小鬼，这些人胆子都挺大的呀，他胆子很大、啊、自己那个虫子啊、哦、胆小鬼，我自己来追星少女啊，这个咯，这应该是小七啊，就追成功了几次啦。哦哦，你追成功了什么、哦、他是一个很感性的，刀子嘴豆腐心，这几位嘴都挺刀子的。对，这几位啊，我嘴刀子吗？我那么温柔一女的。你是温柔的呀，我知道你喜欢啥，给我吧。起床困难我还没念完。脑洞大蓝给你，脑洞大。拖延症，拖延症，你、yeah!那有这个拖延症，不可能是我好吧？这个我有拖延症好吧？哦，对你有拖延症，我哪有拖延症啊？健忘症啊，这不，对，是吗？我吗？团期哦，现在的团期是，对，可以。皮很开心，收的。游戏黑洞，厨娘当当。给你吧，你们俩差不多，这个 C 棒吧。你知道，你当你递给孟美这个的时候，我满脑子都是你在沙漠里。团宠，我们团宠只有一个是子婷，其他的都不是。对，所以这个就算了。对，还好吗？我话哪有那么多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她，我觉得她就是那种很可爱二次元，然后很爱笑，元气满满的那种小女孩。但是认识她了之后，我觉得她是一个话挺多的人。第一印象是大哥给你、嗯，然后后来最后的印象是。3岁，为啥？真的，他有时候对，感觉很成熟啊，但是老是开一些这个小朋友才会玩的那种玩笑。一根火柴掉地上着了，是他同班的同学张子宁。确实是，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-1的孟美岐，你们的山鸡大哥。印象已经没有办法洗掉，不是大哥变大娘了。一开始见到大娇的时候，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女孩，可是现在呢，我觉得她很皮。她可不是皮一下呀、啊，皮一天不来啊！现在开始高冷，就这样。嗯，现在这又开始了是吗？哎，你变小，收。走，我对凡妮的第一印象是蛮接近，因为我当时的性格是属于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大家接触，然后她又是很能去跟大家接触的那种，反而会让我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她相处。然后现在的印象就是仗义，然后很直爽的那种性格，那我开心的收下了，好人。哎，等会，哎，是会收的吗？等一下，我淘汰。我拒绝吃瓜，因为我们现在准备我们的演唱会，因为这次演唱会我要扮一个魔女。你这是什么？天哪，真的是活久见呐！盘他5年高考3年模拟，要怎么的？真的，这个比我的逻辑还不好吗？没有啊，就是，天哪，真的是活久见啊！5年，盘他就是。你可以这么说，真的是活久见啊！这个时候还要让我写5年高考3年模拟，我都已经毕业很多年了，盘他算了，这道题过去吧，不算，比他的有逻辑吧。我们当热身，当热身，再给他一题吧。天哪，我们要保持初心，目光要放得远见，然后要迎风而上啊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？每一句都要，天哪！那让我试一下吧，我第一次玩，我上次没玩过。对，小七是一个非常二次元的人，但是他会带着我一起冲呀，但是他冲完之后，我发现打扰了。什么？立风这张专辑马上就要出了，所以我决定和我的。所以我果断的决定和我的姐妹们一起天荒地老，永天长地久，什么永远就立风下去。我真的每次玩这种游戏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。这个需要反应，就是智商跟不上了，然后语言组织能力也完全就紊乱。第二轮我们就直接决冠军嘛，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差不太多。不行，out， 张子宁 out， 哦，我可以来，孟美岐，我是一个柠檬精，我跟小七锁了，看到他之后我很震撼，就是选不出来冠军。天哪，我们火箭少女要去吃火锅了吗？吃火锅的时候谁在放彩虹屁呀、啊？一直说，因为你粉色的彩虹屁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你学了很多是吗？我笑累了。与你无关是什么？与你无关。网络用词。
你是哪个时代过来的孟美岐？这个有一个少女，她举了一个荧光棒，可是与我无关，是与你无关。哎呦，这就是与你无关吗？与女无关。我好无辜，小七好无辜，一女的又是柠檬精，又要震撼了一下。不是，这网络词我不知道。ID 魔，你闭嘴，你闭嘴。这样子啊，我在一个猫咪咖啡馆点了一杯奶茶，然后那个咖啡馆还放了，还一直放着 ID 魔力转圈圈。他这个目前是逻辑顺序最好的。天然呆的小七真的超 A 呢，我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天然呆和超 A 不能放一起，大家请听一下我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流着口水，大家都要说他天然呆的大娟，还要被说锁骨超 A。这俩好像都没啥，我好像在互相的就是姐妹扯头花现场。